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们，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拜。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弥勒菩萨赞记，过去曾作智光仙，大慈三昧妙难宣，庄严南有海岸国，五处上生都率天，心事圆明十方界，信修功德一时圆，几多内愿往生辈。会起龙华寿济仙，发愿文：弟子我等从今日始学习瑜伽师地论，为弟子等智慧浅薄，业障深重，恐未能契合真意，唯愿菩萨加倍智慧名利，于意无碍，发欢喜心，有始有终，功德圆满。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59课了，还有2课我们就讲完了。那今天是在讲视差别这边。关于本课的话，缺课的同学请听这个录音，所有的录音都在OneDrive 上面。所有的，Oops，所有的教材呢都是在Google Drive 上面，参考资料呢就是十二因缘。注意的事项就是说，光听总会印象深，鼓励大家多提问，疏漏悬疑啊，请补充。引发私会需讨论啊。讨论的时候呢，请大家不要离题，要避免这个庸常的申论。那文思修，这个劳苦，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了，真的是，赞叹大，钦佩赞叹大家能够一直坚持到最后哈。愿共求得真实义。好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科判。那我们三杂染已经到了生杂染是最后了。那在生杂染里头生差别、生戒心、生不定都已经讲完了。现在呢，就是在生流转，生流转里头呢又分了9科。那这9科我们前面8科都已经讲完了。那所以现在呢，就是在第九。缘起诸经这里，那缘起诸经这里头呢，又分4科哈，有四说道理，四说道理完了以后就四甚深意，然后四说缘起，那这3科呢都已经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在四别别说，那上一次是我们讲的这个四防难。那现在呢，我们今天是要讲这个视差别。视差别分5科，就是悟一到悟五这边。第一个就是缘起道理的差别，然后再来就是缘起譬喻的差别，再来就是缘起增减，再来就是有因的法跟有因的苦最后呢就是灭尽。所显的别
就是灭受尽啊这些，然后就最后就是下一次的话就是到最后了，最后就讲77至44至，那就是然后最后一堂课的话就是总结一下，然后再讲了六线观啊。好，那我们进入课文这里，那先视差别，那先讲这个缘起道理别，那这一科呢是稍微比较难一点哈。那问说何因缘故非缘说缘起，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非无因生焉啊。那对法论哈、啊、就讲说啊，诸法不共，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亦不从共生哈、啊，非不从二生啊，非不从二生。那这个二的话，这边是又这个二的话就是自他哈、啊，不是自他啊，非不从这个自他生。或者说非不从因缘生啊，那虽无作用缘而有功能缘可得故啊，那这一句的话就是配合下面那个无具作，这里就是说无作用的意思啊，虽然没有真实的作用，但是有这个缘起的这些道理在啊。然后那边就有讲说，若缘起理非自非他啊，非自生非他生，也就是非自作非他作，那双遣具者，那照理讲就这样子就应该是把所有的情况都已经包括在里头了，那这两句哈、啊，它的道理就已经是非常深了。这个浅就是说，这是用非的方法，我们以前有讲过，是用非遮的方法啊，非自非他啊，这是双浅啊。这个道理呢，已经是非常深了，何况是四句，就是那再加上非具作，非无因生啊，那所以呢，缘起啊是这个最极甚深啊。那这个一些师弟论就讲说，缘起是最深的，空性是最深的，这两个是最深的啊。那这个非自作呢，就是说他要破斥这个认为说，这个缘起这个法哈，缘起之啊是有一个我在里边，是我做啊。那非他做呢，就要破这个，是这个缘起之啊是大自在天做的，或者是不平等因生哈。所谓的不平等因哈，就是说因为不平等的话，一定是有两个东西，两个法在比。那比如说，这个基督教的，或者说那个天主教的，讲说，我们都是上帝所生的。那上帝呢，就是自己自然而有的，那就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这个平常的众生跟这个上帝就是不平等的，所以这叫不平等因生啊。那非具作的话，那这边是在讲说，就是破萨婆多，萨婆多就是有部啊，有部的代表，他们都是认为说实有的，那也有实有的作用啊，也是他们认为有实有的作用。可是我们这边，你刚刚对法论就有讲，虽无作用缘嘛，啊，其实没有实作用。那卷十六也有特别讲啊，
所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第四句，就是非无因生。那这个就是破这个无因论。无因论的话，就是断灭了啊，断灭的论。那这边就回答了说，生者非有故，缘无作用故，缘力所生故啊。那所以第一句呢，这一句呢就是配合了非自作，这里非自作跟非他作，它是包括了两个啊。所以这边就讲说，非为自作他作，若有自我作，或者是大梵天王作啊，或者大自在天作，这些啊，有这种他作的话，便有生者。便有生者的话，其实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其实一切法都是无生哈。那无生的话，就是前面这边，其实这边在那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嘛，所以就是无生啊。如果说这个是我们的凡夫的话，就执着是有一个生起，就是有一个我在做，而且有一个他在做。那缘无作用呢，就是指的这个非具作啊。所以这边就是为非具作。那这边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诸行皆刹那，住尚无况用。这是在卷十六的时候就有讲说，所有的造作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啊，因为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就没有一个住。你说他住在某一个刹那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已经过去了，那下一个刹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呢，他实在是没有住，连住都没有，那何况是有用呢？啊，这个用就是这个作用。所以那边就在讲说，一切法都是无作用的啊。那缘力所生故，但是呢，还是要靠这个缘呐，哈，不是无因生呢，啊，不是无因生，还要靠这个，要靠这个因缘。所以，为亦非无因生。所以通常的时候通常的时候邪见哈，所谓的邪见的话，两大最大的两个邪见呢，就是不平等因还有这个无因啊，这两个是最大的。那中论就有讲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无共不无因。那这边是从敦伦句里头拿出来的哈。那他是讲中论，那应该是有四句的。那这最后的这一句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哈。所以说，因为这个是不是这个不自生不共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就知道诸法都是无生的啊，都是无生。那这边就对应到下面这边，生者非有故啊，生者非有故，也就是无生的意思啊。那但是我们凡夫就执着是有一个有生啊。那这边就讲说，自性空故不自生。自性空的意思，你要从这个反面来看，就是说，因为是自性空，所以呢，这些诸法都是缘起的。因为是缘起的话，就要靠缘因缘而有生，它自己是不能生的啊，自己是不能生的。所以自性空故不自生。所以这边你要稍微转一个弯，就是用空性的反面，就是缘起。缘起的话，就是因为靠缘起，
所以法就是不自生啊。那缘性空故，非他生啊。那这边也是一样讲，但是从缘的角度来讲，它是性空的，所以非他生啊，不是这个大自在天生，不是平等生。那在这个中论那边讲的时候，为什么说不自生呢？哈，就是说，如果说是自生的话，自己生自己的话，那这样子就没有意义了嘛？或者是说自己生自己，可以自己再生自己，自己再生自己就变成无穷生了。所以通常讲说自身的这个过失呢，就是说会这个无意生，自己再生自己没有意义嘛，哈，就是无意生，或者是呢就无穷生，那有这样子的过失哈。那这个非他生啊，在这个中论或者是说其他的论点里头都讲说，非他生这个他是指说有另外一个体性的一个东西。好，那如果非他生，那换句话说，这个豆的芽不能够生瓜了啊，这样子哈、啊。那就是说，那就如果说是能够他能够生的话，就是说，那豆的芽也能够生瓜了，那这样因果就乱掉了，因果就乱套了啊，就非他生啊。然后呢，在这边讲说这个自他空啊，不共生。那这一句的话就是说，因为已经是非自生非他生了啊，那所以呢，他就不共生。那因为这边说，自性也是空嘛，原性是他嘛，他也是空的啊，所以自他都是空的，所以不共生啊。那这边顿能记就讲说，法若有体，法如果是有一个体性的话，就可以说有因跟无因啊。那法性既然是空的话哈、啊，那怎么可以说是有因或者无因呢？啊，所以啊，前三句就是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这是破有因缘。第四句呢，就是破无缘，就是非无因生，就破这个无缘。那这是敦伦记在讲。那略转呢，他也有在讲说，今者啊，持中不破因缘功能而生，就是不破这个因缘法啊。但是破呢有实际的作用，而且破这个里头有一个我，就自，也破一个他，破自身、破他身等，还有就无因身。所以呢，这个略转这边讲的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道理。好，那这个第二颗的话就是缘起的譬喻的别啊，譬喻的别分两颗，分两颗就是两个譬喻。那第一个譬喻呢，就是苦芽等喻。那这边就问了说，于缘起中何等是苦芽？谁手养苦芽？何等为苦树？啊，这是三个。那这边就回答说，无名行，那缘所引的受乃至识，就是受名舍六处处受啊，那这些呢是苦芽，那总共是七支。所以呢，苦芽这边就是说，无名缘行，行缘识乃至受，在造作浮行、非浮行、不动行的同时，这样子就熏成了识乃至受无法的种子。前面我们也有讲说，这个种子就是，因为种子的随逐，就成了将来，的生老死的原因啊。这七支呢，就称作苦芽，苦芽。
这是苦的因啊。那再来看什么是手养苦芽呢？啊，那受缘所引的爱啊，因为前面有受啊，就是前面这个五支最后的这个受啊，受缘所引的爱，因为受缘爱嘛哈、啊，乃至有就是爱取有，爱取有的话是手养苦芽。那手就是任持的意思，养的话就是长养的意思哈。那以受为缘所引的爱取有这三支呢，就是手养苦芽啊。因为爱取有的滋润，如同对苦芽灌溉这个水跟肥料啊这些，这样子的话就会长出苦树，所以呢，说它是苦的缘，那这个苦的树呢，就是生根老死，下面就会讲。那顿伦继续讲说，有知是手养苦芽者，因为这边有最后是有嘛哈，爱取有。那那边呢是特别指的是业有，因为业有能养固啊，能养固就是说。因为这个业有，所以下面会有生啊。换句话说，它会有缘生，就会因为有缘就会有生的关系啊，所以叫做养。那生与老死，当之就是苦树。好，那这个苦树呢，就是生与老死。那生与老死就像苦树。那就苦芽哈，就变成了苦树，因为有手养的关系啊，手养了苦芽，那苦果就出现了。那这个苦树就是苦的果啊，所以生根老死是苦的果。那这边的话就讲完这第一个譬喻。那第二个譬喻呢，就是住高等喻哈，先讲说如住。问说几缘几知啊，当知如住。答是乃至受。那个住啊，要我就去查一下字典，它的本意呢就是这个灯蕊的意思，就是灯芯的意思哈，也就是这个蜡烛啊灯啊它的那个灯芯啊，它在烧的那一部分啊。叫做住。那是乃至受啊，他说顺极地的关系啊，故欲为住。我们记得就是说这五支的话，它是有种子随足啊，那你就是你这个就譬喻作是住。所以它不是极地，但是随顺极地的啊。那如高的话，就是说问几知如高，答无名行爱取有。那这个高啊，去查字典的话，它的本意就是说融化的油脂叫做高。那高者啊，其实就是脂，但是因为还要分一下，就是说凝者。就是凝固了，凝固的话就叫做脂，试着就是融化了，就叫做膏啊。所以应该膏的话就是不是固体，是要变成为那个柔软的液体啊，还不是液体，固体跟液体之间的那个状态啊。那无名行爱取有。那这五支的话是极地法，极地法就是因为他们是惑业啊，是极地，故欲为高。那这个有的话，同样的道理，那个邓伦记就讲说，有支哈、啊、如高者，
且说业有，还是业有的意思哈。那厌呢，就是说问己之如厌，答生老死因之。那这个焰呢，就是说本意就是火苗、火光或者火焰。那换句话说，这个火柱啊，因为有这个高的关系，所以它就已经在燃烧了，燃烧就有火焰产生。那这就是生根老死。所以生根老死的话，就是苦地法，这就是等于是果就生出来了，就用这个火焰来比喻。那两个比喻讲完了哈，然后再看这个缘起的真简别。那这边就是有先讲真义啊，那真义这边还分两个，先问说何因缘故于缘起黑品教中说明真义。那这个缘起的黑品教呢，就是无明缘行，乃至于生缘老死。那这个就是流转门啊，那称为黑品教啊。真义的话，就是词中的真义啊，这边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果的真义，第二个就是因的真义。如闻次第啊，差别因之。那前面这第一个，下面就会解释两个，回答的时候就会有两个。先回答是果真义，后回答就是因真义。那这边顿伦记也讲说真有二义。那真当苦故，就是当来的苦，就是未来的苦。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这个后知的苦啊，那就是现行的苦，也就是生根老死啊。如果是灭的话，那就刚好就是相反了，就是真义的话的相反就是损减，损减在这边就是讲灭啊，灭的话就是跟这个两个意思呢就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这边就回答了第一个原因是由积聚的啊，积聚的话。那一切有之啊，存大苦聚为后果故啊。那这个存大苦聚就是从生老病死、悲忧苦恼这边谈起的啊。因为到了最后的时候，就生老死。通常有的地方讲十二缘起的时候，然后会加后面最后在。病死在死了以后，还加上一个说悲忧，忧悲恼苦啊，这样。事实上，忧悲恼苦，我们那个时候在前面也有仔细的解释过啊。那当来苦果的话，就是后果。所以，一个是积聚。积聚就是从果的方面来讲，果就是这个生老死啊。那积聚呢，就是从这个因上面来讲啊，就是因的真义。又诸有之，前前为缘，后后所随故。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前前的真，前前知就会真义后义后知，或者真义种子，或者是真义的这个现行啊。这都是前前为缘，后后所随。那在卷九十四的时候，摄氏分呢、就讲了。那这边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因真义故跟果真即故啊。那这边呢就讲说，于缘生行，因正了之，流转的渐次。那流转渐次呢是这三种相嘛啊，何等为三，就是说因呢会真义故，在流转的这个就是也就是这个缘起啊，也就是流转门啊，在这里头呢因会真义，果生起故啊，然后果真义真即故，
如是一切略是为一，总名诸法若真若生若极。那在那边的顿能记呢，就讲说这个因真义故呢，这个是讲前面七个。那这个前面七个呢，就是引因。然后呢，后面的三个，中间的三个就是爱取有，前面就是无明原形，然后受乃至于事乃至于受啊，就七个是引因。爱取有的话就是生因啊。就是果生起故啊，因为果会生起，所以爱取有就是果生起的因。那再来就是果真极故的话，就是引生为二因哈、啊，若极当果，那当就是当来的果，那就是生老死啊。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其实是我们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一下这个。好像没有拿起来，我拿起来一下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图哈。十二因缘的图的话，就前面的七支，前面的七支都是能够引的，就是引因，就是牵引因，对，就牵引因。所以你看这边的这个就是爱取有就是生起因，那下面就是果啊，那就配合到这里，就是刚刚好的，在这边就是刚刚好，七个、三个跟两个，那就是因真义，就是引因，那还在因的状态，那到后面爱取有才会有生起果啊，就是现行的生起果。那果真极的话，就是说，生跟老死就会生出来了，所以说一切种名法的若真若生若极，怎么念？若生若真若生，后面是极啊，这边。好的，那这个是真解真义真义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是来笑哦，对不起，跑一跑。好，那下面就讲损减了，真义跟损减就是两边啊。那这两边的话，我们通常讲的一些实地论里头指的两边有三种的两边，这个第一个就是真义边损。真义边跟损减边，然后长边跟断边，还有这个娱乐行边跟这个自苦的行边啊，这样有三对。那还有一个地方有讲，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边界啊，都可以归纳成为一个真义边啊。那刚才讲了黑品教，那这边讲白品教，就是说无明灭乃至生老死灭，那这是还灭门，这个呢叫做白品教。那损减的意思呢，是此事损减亦有二别，也就是因跟果，如次因之。那前面呢讲这个真义门的时候呢，那是从果到因的，那这边是从因到果的啊。那这边回答就说了，由水减故，答由一切之前前永断，前前永断就是从因来讲的啊，所以后后就灭了。所以这边就是讲说，无明断的时候行就断了，行断的时候事就断了。那前之永断的话，后之也就随灭了。那就是这个，是从前面的因讲的。那第二这边就讲说，由渐减的关系，
由而又是成大古迹笋井因故。那这边笋井啊，就是果报受用尽以后，不会再有新的果报，由此说明笋井啊。那果报受用尽后，这边是特别的是讲，这个生根老死嘛。成大古迹前面就有讲了生老病死，忧愁恼苦啊。那卷九十四呢，同样的也有讲说，就是同样的地方也有讲说，一因果灭，如其所应，当知说明减灭跟末。好，那这边的话就配合相对的来讲，把前面的七个那个真的因呢，哈，就把它翻过来，就叫做减了。然后前面呢是讲这个阴生的，这边有三个，就爱取有。如果把翻过来的话，就是说这三个都灭了，就叫灭啊。末的话就是说果报就没有了，就番前二果即故啊，那叫做明末。那这边的话就是这边就前面是真。因果嘛，啊，真因集啊，真因真生集，那这边就是减灭末，是跟它相对的啊。那我们再看这个有因法苦啊，先问说几缘起之名有因法，答为前期。这有因法的法啊，登人记就讲说，事乃至受法所显故，是名有法啊。那这边就是所引的，因为我们在等一下，我们再到那个十二缘起那个讲义去看哈。好，那这个有因法呢，就是讲说。无名即行是彼隐因，总合为一的话名有因法。总合为一的话就是把这个后面这个五支啊也合在一起啊。那但是前面这无名跟行其实是能隐，后面这个五支呢是所隐，合起来叫做隐因啊。隐因的话就是有因法，有因法的话就是前面七支。那敦伦记就讲说，能隐所隐，就是能隐所隐，聚是隐因啊，加起来就是隐因了。当生老死啊，名为有因，到最后的时候一定会有老死嘛哈、啊。那这七支是彼因法故，所以叫做有因。那这是前面讲说有因法，那这边是讲有因苦。再问说几缘起之啊名有因苦，答于五，剩下来的五个，前面讲七个嘛，剩下来就是五个。那这个苦呢，就是生老死之是苦，那是苦所显故，就是一种苦果。是名为苦，那这个就是所生的。那有因苦呢，就是说爱取有这三个是彼生因，这个彼就是生根老死的生因哈。那总合为一，就是把这个生老死也合起来啊，所以叫做有因的苦。有因就是前面，苦的话就是后面，所以总共有五支嘛，所以就余五。那同样的道理呢，这个生老死，这个呢叫做有因的苦，
因为有前面的因的关系，就是爱取有三，所以就把爱取有也都加进去，所以总共有五个。临近此二，就是爱取有跟这个前面这个五支哈来比的话，同样是因，但是这边是声音，那边是隐音，隐音就是远音，声音就是近音。因为它相从，所以它也叫做苦。有苦的因，所以有前因法故、就是有这个爱取有的关系，所以呢这边跟前面是相同的。那对法论就讲了说，位于因时有能因所因，于果的时候有能生所生。那因为这个成熟了虽然有变异，但是呢变异而成熟的话也就是叫果。所以爱取有也是把它取一个果的名其实它是有因，其实是果的现法的因那果将熟变，彼方起故那此亦如是，或者现反过来讲，就是因为有爱取有的滋润以后，有爱的滋润，那这样子呢才会生出来了。所以这边的话，同样的道理，我们这边就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十二缘起这边哈。所以十二缘起的时候，各位看一下这边。那这边就是能隐跟所隐在这里，能生跟所生在这边，所以上面七支呢都是隐因，然后呢第八到第十就是爱取有的，就是能生的，那生老死呢就是苦果了，就是未来的果也就是果，所以统的再回到上面那个，就是讲说前面七支是前引因，然后再来就升起因，然后再有果。所以我们回到这里看的话，也就是前七的话是引因，然后余五的话就分为这个前面三个是生因，那生老死就是果好的，那我们再看这下面这一章。那在这边就是灭尽所显别，那这边就有三个，一个是漏尽，先是漏尽所显。为什么说几支灭是漏尽所显呢？答说三因为我们要灭的时候一定要从因来灭嘛所以漏尽所显的话就是无明爱取有是漏的自性。因为它是烦恼嘛，烦恼就是漏就是惑。此永断故，说明漏尽说明漏尽。那要漏尽的话那一定要从因，那惑业苦里头惑就是因，所以无明爱取是因，所以要从这三个开始来断，所以回答就是三个。敦伦继续讲说，为无明爱取是漏法故，断此敬畏明漏尽所显那这个三的话就是是故三灭名为漏尽所显，就是无明爱取灭了。然后缘尽所显，就问说几支灭是缘尽所显呢？那答即是此三，是余之缘故因为这边如果分为两头的话就像刚才那边分为两边七支跟五支的话，好，那这三个都是在最前面的都是祸。所以缘尽所显的话，就是无明爱取
能为杂染，是愚痴的缘，由此灭故，愚痴亦灭。是故集此三，名为缘尽所显。所以那这边的话就是说，在这边的话，所以我们从惑业苦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不对？惑业苦在前面这边只有无明是惑啊，那在这边就是爱取是惑，所以这三个呢是要断的。断的话一定要从这三个啊，就是从惑开始断，从烦恼开始断啊。所以因为这边下面这一段就是爱缘取，取缘有，所以这边都是缘啊。上面是无明缘行，就一直到这个触缘受。好的，所以呢，刚才应该直接弄好。那到了这边，所以缘尽所显的话，就即由灭此三缘，就是无明为缘，爱为缘，取为缘。那所以其他的知呢也就没有了，故言缘尽所显。所以这两个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但一个是从漏尽的角度，那这个是从这个缘起的缘的角度来看的。最后呢是受尽所显，那几知灭是受尽所显呢？答说只有一，因为既然讲说受尽的话，那当然是受了哈。所以受尽所显的话，就是说由烦恼处灭故，一切的受灭了啊。那所以说这里只有一个受知啊，这个叫做受尽所显啊。那受尽所显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先讲说这个一的话就是受知了，此中为曰明处深受为论，故作是答。要注意啊，凡夫的话都是以无明的处来深受的，那只有证得圣人的果的时候啊，证得涅槃的或者涅槃的时候，才会把这个无明断掉嘛啊，所以就没有无明处深受了。那未由烦恼已断故，那这个烦恼已断啊，其实是指有余涅槃。由于涅槃的话，它还有一个最后身，最后的身体的话，它还是要等这个最后的果报身啊给灭了。那这个时候啊，它没有这个无明处所生受，所以他讲说无明处所生受呢，这些一切都已经灭了。由是故说烦恼已断，为现领受明处的身受，不是无明的，这是明，这是有智慧的啊。比如像那个十八不共法的时候，就是说佛的身口意都是随着智慧而行，不再随着烦恼而行了啊。那一切受皆有熄灭故。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无依依涅槃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受啊就完全的灭了。由是说言此所依，啊，所依灭时，此一切受啊皆有熄灭，是故啊名为受，受尽所显。啊，这是从受知这一方面来讲的啊。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十二缘起里头，这个受这个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算不错，在40多分钟就讲完了啊。进入思考题之前哈，那还是照例先让大家来发问。丁居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想请问，叫做一马当先呢、啊。我想请问，在那个
真就是黑品教中哈，它有真义，真义它答是说一切有之，存大苦聚为后果故。它这里的一切有之是指的什么？哦，就十二缘起的十二缘起，每一只都叫一切有之，所以不是指有的这一只。对的，对的。哦，说十二只。对，十二只都包括在内。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丁居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最后那边哈，最后问他说几支灭是受尽所显，答一嘛，就是受之嘛。对。那它分为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来说，所以呢，我觉得那边应该是分号哈，未由烦恼已断故，那是分号比较好一点。好的。你是这个标点符号专家没有啊？因为你在这真的上面这个这标点符号下了很多的功夫，真的谢谢你。那谢谢。我们这样子看哦，就是灭尽所显、缘尽所显、受尽所显哦。这个灭尽跟缘尽都是要无明爱取。那无明爱取呢，就是烦恼的本体嘛。对对对。烦恼的体性，所以我们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把这个烦恼要先断掉。对，哎，还有前面的哈，好像漏了一个字，在这个视差别最先，视差别缘起道理那边问跟答，他那个中论就是。引这个中论说的前三句破有因缘，好像是在下面一页是吗？哦，对，这一页最右边右下面前三句右下面，哎，破有因缘，然后第四句哈，是破无因缘，要加一个因。那敦伦记上面有个呀，对。破无因缘，哦，阿弥陀佛，我看还有这个缘起之，它这个虚四哈，有因法苦别，是在哪里？灭尽哦，有因法是在就在最后了，我看，哎，后面了。神结，这里，对对，我看一下，对，就是右边，又是右边的下面哈，这边、对，他这边是说爱取有三，临近此二，对不对？对，哎，那此二是哪二？临近此二，现在是讲说。生根老死嘛，这此二。对对对，我是这样看的。是，我刚才好像没听到，对不起。阿弥陀佛。七支是。呀，真的非常谢谢你，很仔细哈。阿弥陀佛，谢谢我能不能把上一次林奇师姐。我看一下哈，林奇师姐她有问说，何故菩萨观黑品时，五十八克。我看我这边把它先，大约是在哪里？就是奇事转还难，就是问何故菩萨观黑品时。为至视之，那林奇师姐有问哈，说为什么只提到菩萨嘛？哦，对对对对，对哈，好，我把这边先等一下哈，我把它
啊，他切的在切的上面，看一下，有看到吗？你等一下，这个这是应顺导师给的答案啊，是《中观论颂讲记》，好像林奇师姐有问这个哈，然后呢，简师姐有问声闻为什么。声闻有没有关十二缘起、哦、那其实都在这里有看到哈，我有看到，你等一下我看哈，这很多耶，对，很多全部都要这个吗？等一下啊，好的、可以吗？把全部、哦、好的，可以的，可以哈，大概没有看到，因为我现在在这边弄嘛哈，我现在把它、拿出来这样子评说，这很多啊，啊，对，会能不能简单一点讲？就是凡夫的部分我们不说哈，就是声闻，好的，跟菩萨对缘起的认识，好不好？好的。那我们看第二行声闻这边二，有看到吗？对，有看到哈，看到了，谢谢。好，声闻呢，佛对他们说缘起，那声闻就急求自证，从缘起因果的证观中、啊、通达无我我所，他只是就是希望能够赶快求得涅槃、啊、对的，那所以呢，他就着重在我所这边，是的，的确那就离却系缚生死的烦恼，获得解脱。那声闻呢，他们大都不在缘起中深见一切法的本性空寂，而从缘起无常，就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我所的观慧中呢，证我空性，而自觉到我身已尽，断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那声闻呢，他们从缘起的无常离人我见，虽证入空性，那见缘起不起的极灭，但是呢不能深见缘起法无我，所以还不能算是圆满见缘起正观、啊、正法。那菩萨就不一样，菩萨就知缘起法的本性空， 于空性中呢不破坏缘起，能见缘起如幻，能洞达缘起性空的无碍。所以这他们就是为什么这边是特别就提出来菩萨观黑品时，就是因为菩萨他观黑品，他把人跟法的执着，人我跟法我的执着都会去掉，这样子哈比较圆满，所以他才提菩萨。嗯、啊，那下面就可以自己看哈、哦，然后可以在卷34那边1119页，这是红本的哈、哦，也就可以证明说欧罗汉他不能得到成就四果欧罗汉的话，他不会忘记苦乐自作他作自他悲、嗯、啊。嗯然后非自他作无因而生，所以这都是缘起，他也是对的透彻的观察缘起而证悟我跟我所无，然后成就涅槃。对，那这个就是可以证明说就是声闻也是有观察缘起、哦、阿弥陀佛，到这里，谢谢，对的对的，耽误大家时间，谢谢，非常、哦、非常感谢你，阿弥陀佛。您说这个是中观论颂讲就是应顺导师的是？对，应顺导师的是。好的好的，呀，这个就是解答。好的，谢谢，非常谢谢。谢谢师兄，可以 edit 以后送给我们 attach。
哦，对对对，我这个可以 attach 过去。好，OK，把这个弄一下。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那还有没有那个问题要提出来的？阿弥陀佛，那个吉米师兄啊，你是，好。你我好。那个，我就是刚才那个海生师姐啊，不是在改了一个在《顿轮经》里面第四句破无因缘吗？这没有问题。那前面那一句啊，前三句《顿轮经》是说破有因缘，那想请您或者是海生师姐解释一下，为什么前三句是破有因缘呢？在这边嘛，哎，为什么前三句是破有因缘？前三句就这三句为什么破破自有我，因缘？这不是就因缘吗？它是破自身非，是破对方是实有的。对呀、啊，这就是自作他作具作都是有因缘而生的，那无因就是无没有因缘而生的。你非看是作。无因摆在后头嘛，那前面就是有因嘛，就是这样子。那他为什么是叫做破有因缘？那前面就是应该那有因破的缘话才，就是说非就是破的意思，他 用是这一样些子吗方法来破，对，啊，这样，哦 ，OK，Anyway，OK，谢谢。杨师兄，我这样子来看哈，就是前面三个呢，它是第一个是破这个我嘛，对不对？就是他说自有什么有自我作，他们执着有自我作这样子的解说因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破那个执着大自在，就是大自在天嘛。大梵天，他们都是有啊，他们有大梵天，还有就是我们所得到都是大梵天提供的，或者是大自在天提供的，他们执着这个有而说的因缘，然后第三是俱非嘛，就是自他都非嘛，但是他们认为说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萨婆多萨就是萨婆多了，萨婆多部就是有部，一切有部，他们执着这个有作用，那这都是有，所以破这个有，三个前面三个都是破有，他们执着这样子的有，而成立这样因缘法。阿弥陀佛，不知呀，道这样可不可以？是不是对，这对样子？对对，这样其实很好。那对，如果谢从谢。其实你是破外道，他们认为他们的那个想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他们那样是这样的因缘，可是我们要破他那个因缘是不对的，对的，对不对？他们可是只不取不，那个有，可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其实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其实就是因缘有的嘛，我们的因缘有。是不是啊？一切法都是因缘有的嘛，是，因都缘是聚因合的缘就而已。生起来了嘛。对，所以这边是讲说，在这边，我们的话不破因缘功能而对呀，生。不破啊。只是破作用自他本身，就作用，因为有作用而生，因为有自而生，有他而生嘛。那这边还有无因生，是那破这对个，方认为实有的自、实有的他、实有的作用。对，是可以这样子讲，OK，谢谢。这样讲了就更清楚了，对。好的，我觉如得果这里还可以搭配我们那个瑜伽论记那个400页那个地方，他说那个世尊讲说缘起甚深呐，此甚深意可以云何应知？可以由10种相来知道，有那个无常、苦、空、无我。我觉得这里我们可以搭配这个地方，再把它深入一点看的。谢谢。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那个《瑜伽论记》四百页，就是在那个前面那个那个什么是甚深意。你是说我们的这个讲义里头啊？啊，对对对，我们的讲义，哦 okay、哎，我们现在四百，我们现在是在那个404。那我们好像上两课有学到那个世尊说缘起甚深啊，那有十种意可以提起这个为什么自身他身的之类的，就是说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有十种相对这里。对，谢谢。呀、yeah.。谢谢谢谢，因为这边他就有讲说几种机缘与此生是无作无用嘛，亦无运转。对，这边呀，其实因为在这边啊，很多人会 confuse， 连我自己的话就是说怎么会无作用呢，哈、啊、原无作用呢，所以我才去把卷十六这句话后来才加上来说，诸行皆刹那住尚无况用，所以呢这边就解释为什么讲说无作用。好的，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丁居士是因为在289页，我这红本289页我们这边因为289页那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于依他离作用意是缘起，对对对，哎，依他离作用意。那你那个你讲说是在卷几好了，因为你200多少页啊？卷九。对，卷九，那我们是学过的，对。对，就是我们学过的。在讲缘起意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对对对。对对对。是的。Yeah. 好的呀，其实我们这边如果说前面都贯穿起来的话，就是说前面都已经懂了。那后面其实应该是很简单的，呀，谢谢那个海山师姐哈、啊。好的，谢谢阿弥陀佛。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思考题啊。基本上今天这次思考题，我就是按照他的问，因为这边自己本身就是问答，有六个问答嘛，哈。那这只有第一个我是觉得比稍微难一点，那其他的都很简单呐、啊，哈，其他都很简单。那所以的话，我想说第一题啊，尽量大家多讨论。那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一些嘛，哈。那我们看一看其他的人有没有是也是这样的明白哈。那我们是，我看看下面。哎呀，这个旁听的是谁？我看，哎，美萍师姐，你来说吧，我还没有回你的信，还没有。还蛮难的，对。然后因缘故说，这一题啊，第一题啊，对，第一题啊。哦、好，然后这边讲说，何因缘故说缘起非自受哈，非自作，就是说。它不是自身的嘛，那如果说是自己生自己的话，那没有意义嘛，哈，而且自己生自己也会无穷尽这样子，所以在对法论里面讲说它不自身，然后也不从他生，因为假如说你从他生的话，就表示说有另外一个体系体性，就是刚刚师兄有讲到说豆芽也能生瓜嘛，哈，那不他生的话就是说它是像不可能是大梵天给你做出来的、啊、对不对，然后也不会是就是非自作非他作，然后非具作就是说也就是说它是自他空不共生的嘛，因为说假如这个法它如果说有体可以说哦它是有因它是自作的，或者是非他作的无因他作的嘛，然后法就是空，那可是法本来就是空的，那怎么可能说有因跟无因，有自作跟他作，这个 这些事情就表示说是都没有的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吗？是可以这样讲。对，然后这边就是要破这个萨婆多刚刚讲的，就是他们认为是实有的，还有是有作用的。那有作用就是说真正的法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师兄才会用这个
诸行皆刹那生灭，住尚无况用，对不对？住都没有了，不可能说有一个住，因为刹那就过去了嘛，连住都没有，怎么会有作用呢？对，那接下来就讲到，就是说亦非无因生。那为什么会说亦非无因生呢？事实上就是说，所有也不是说它是无因生的，它一定是有功、有缘起的，有缘的功能而生的，不会无因生的。那这边讲到就是说，要破是要破这个作用自他等生及无因生，就是在略转里面是这么说的，无因生它不是说破他无因生，它是有缘功能而生的。是的，可以这么说吗？对的。然后上面有讲，对法的有讲。我大概就是依照我自己所了解的这样子，所以说生者非有故哈，就是在从就是在回就是回答这个嘛哈，就是说这个非自作非他作，如果说你是有自作的话，那就有无穷无穷的这个问题出来了。然后如果是他作，就是你承许有一个大梵天，然后他的这个作就是作用这样子，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生，但这个都不是的。对，那缘无作用故呢，也就是说呢，就是缘无作用故，就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这个法呢它本来就没有，所以不可能有自作或他作这样子。那缘力，对，缘力所生故，就是在讲这个也是无非无因生的这样子。然后其实这边就是在自作跟他作的部分呢，就是自作就是在破我作嘛，那他作就是在破大自在天等，还有就是不平等因生。那刚刚师兄讲到不平等因生，就是比如说这个上帝哈，然后他就是自身的，那我们是他身的，这个就不平等了嘛。那这个非具作就是在破这个自他空不共生，就是法是空，就是它本来就是空的这样子。所以事实上这里面有解释到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也非无因生，那也有讲这是自中嘛哈，但是也有讲到就是说这是他中，也有讲到他中错的，然后也讲到自中对的，那怎么样去破这样子，就讲得很清楚。我的理解他还是这样子。对，阿弥陀非常好。对，那刚刚大家有讨论，就是说前三句，对，前三句是破有因缘嘛，对啊，就是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是破这个有因缘的部分，然后后面那一句是破无因缘这样子。嗯，好，以上、非常好，可见的你对这个金刚血因就已经相当的了解了，而且对于这个圣义地的话也都会也都了解，因为跟师兄学习。阿弥陀佛，金刚血印的话就是来破这个实有的，也就是能够通达到空性的，那它是从无声的角度，所以这句话，这边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哎呀，还是应该把它加回来，因为在那个敦伦记里头啊，他把这一句故意的漏掉了。我是觉得这一句还是蛮重，还是把它加回来吧，我用小字把它加回来，这表示说我加的。这因为这是无声的道理，因为有无声才来证空性的啊。好的，那这一题啊，我看有没有还是有再来一个人吧。那个陈师兄你来试试看。对，这题是很有讨论的空间，因为这题通的话，下面的几个都几乎可以不要答了。就是这么多题目里头啊，这么多题目里头，第一题大概就是最难的了。好，好吧。刚刚杨师兄讲的那一段话，他提到说，所以这个破就前三句破有因缘，
那个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有因缘，就是破一个。但是因为这里我们讲了缘起 ，OK，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缘起。可是刚刚杨师兄讲了一句话，很有技巧，他说就是破实际有，我们说非自他，非自作，非他作。那么这里的自他呢，还是虚幻的。杨师兄意思是不是这样？哦，所以这我在一刚你那句话讲的太技巧了，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但是意义就应该是说，好，那个我们就要破说自他，哎，自是自生他生，这不算是因缘，因为自生他生，如果你把它当作有一个他来生的话，有一个自己来生的话，这本来就是没有哦，所以这个是破这一段。那杨师兄，你刚刚意思是这样嘛，是吧？哦，他走了。哦，那你讲的其实是对，如果从中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从性空来破的。所以我刚才有讲说，如果用性空的角度来破的话，你不容易直接从性空说哦，性空的关系非自作，比较难懂，所以你就换成为说，因为自性空的关系，绝对是有，是因为有那个有缘起，因为缘起就是自性空，啊，那所以缘起的关系呢，那就说哦，这是有缘有因缘的，就是有一个我在自作造作的，那他们是认为在因缘的当中是有一个我在造作的，那其实呢，这个虽然有因缘在做，其实另外还有一句我应该把它拿出来的，就是说这是刚刚你讲的，也你刚刚讲的很有道理哦，就很明白了，很明白。这个制作了是有一个我在那边做，这就不是缘起的，这不是缘起性空的意义。对对对，哦、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没有一个有在，没有一个我在做，没有一个他在做，没有一个任何人在做。可是呢，这个缘起还是起来了。对对对，基本上意思就这样。今天我读那妙老的那个那本就上次请那本书，嗯，他里面就讲了，他说，所以他说，但是不能生，还是因缘生了，哦，对的。所以呢，这才叫做缘起甚深意义，缘起的意义是甚深，对的，啊，所以说换句话说哈。你一定要通达说这个缘起，那如果用中观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哦，缘起的话，这个就是世俗地，你不能否定掉的缘起是有的，但是呢，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它一定是自性空的。自性空的话，就是说这些都不是实有的，都是幻化的，所以即便在世俗地里面，也应该破这个非自作，也要非他作。是这样子。嗯哼，在世俗地来讲，你说哦，它是看起来好像是有功用的，那但是呢，因为要入圣义地的关系，所以一定要观察它是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啊，那也就是像那个中论讲的，最后就是说是故知无生，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说这一句是蛮重要的，因为是无生的道理，就可以知道说，哦，这是空性的，法本来都不生嘛，那就是空性的意思。那既然是空性的意思的话，所以他就反过来讲了，自性空故不自生。其实我们是由不自生才推到空性的，这样。那他现在是反过来说了。OK， 对。阿弥陀佛，可不可以请问你一下，如果按照这样的意思的话，这一句话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是性空，那非无因生是缘起。
这样也可以，对，也可以这样讲，因为无音声的话，非无音声就是说一定有原声的，要这样也可以讲，对。所以前面的这三个就是非自作、非他作、非居作呢，这个就是故之是故之无声呢，也就是诸法不自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这三句话来显示前来表达这非自作、非他作、非居作都是无声，可以这样理解吗？对，可以，就圣义地来讲都是无声的。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刚刚李慧师姐哦，她有引用到四百页的那个敦伦集哦，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的理解，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它就是在破所谓的那个圣论师的自作，然后那个非他身就是在破大自在天后这个等哈，这个不平等，因为就是他自己生，那我们被他生这样子，我们是生的。那第三个就是共生，就是在就是萨婆多中哈，他们认为有这个作用意。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非遮的方法来遮破他这个有共生的这样子的论点。那也就是说，在四百页这个地方的话，他这里讲到就是说非自生的时候是自己的种子这个因，只靠自己的因来是没有办法生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虽他缘力胜意在之种，就是说即便有他其他的缘，那但是没有种子没有因还是不能生。对，但是第三个呢，如果说即自跟他，也就是说那个豆子的种子跟瓜的种子，他们还两个站在一起还是不能生，或者是说其他的都在一起也不能生。但是呢第四个就是说非无因生，就是因为有因有缘，众缘和合，他就缘起，他就生了。那我可不可以用这四百页这样来理解这一地方的这一段话？对的，可以的。因为这个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非无因作，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解释，这只是其中的几种而已。是，那现在就是说，他最主要这个非无因生，这个是破无因论的。但是因为这里他强调的就是说，破无因论的这个没有因，可是众缘要生起，还是要有因有缘，他才能生这样子。对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对的。所以如果说你用世俗地跟圣义地来讲的话，那个就非常的清楚了。那就换句话说，你要说到，所以我刚才把这边弄一个这个有跟无嘛。通常来讲，讲有的都是讲世俗地，通常讲无的都是讲圣义地的。所以你说非无因生，那个无因哈，那虽然我们是在破它。讲说非无因生，对不对？那这个的话也可以说，就是说可以从两个地方来讲，因为无因生嘛，从因的角度来它是没有的，所以一切都是没有的，没有就是碰到圣义地了。那但是这个地方他讲说缘力所生，也就是说众缘和合的时候还是有，就是又回到那世俗地了。世俗的缘起，它还是会有。对的，对的。他现在只是说他破无因论者，他才说无因生，他就是说无因生。对对对对对。我们用非遮的方法又把它破掉了，是这样。对对对。理解。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去想试着去理解，就是本来还搞不清楚，但是后来我发现你在加了这个事故之无声的时候，我就对上面这个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的理解就会比较清楚，就是说了解上面这个就是在破他这个上面，因为都用非遮的方式，对对对对，自作、他作、具作的这一些都把它遮破掉，然后他的结论就是无声，是对的，我是这样理解阿弥陀佛。对的，就是其实他就是由这个无声的角度来入空性的。林师兄，是您来说。我对这个
我对这个的理解呢，它是我是从那个妙老的讲义里面看的哈。它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缘起这个部分，所以呢，它分作两个部分来解答。那第一个部分呢，它是从那个缘起这个自作的种子和其余的真善缘的这一个部分来解释的。是。那所以这一部分呢，如果说一切法能自己做的种子就可以自己那个有因果的话，那是不合适，所以他说不能自作，那不能他做哈，他是从这个缘起这个角度。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您现在这上面所解释的，是从中论的角度而以圣义的方法来破哈。所以呢，我想那个刚刚那个杨师兄的问题是怎么会见到这个破字，这个破呢是破外道，但并不是破我们的这个缘起的这一部分。我们这一个缘起只是说我们不承认，但是呢并不破啊。那这个破的地方呢，他说非自作非他作，就破外道或是破我们内道。像那个想要说自作的这个能够自身他自己就能搞定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讲是数论外道，大家都比较熟悉吧，有一点印象，我们以后可能会学。然后那个我们自己的唯识中，甚至是有部经部这些内道的，他们是承认诸法是他生的啊，因为他们认为是某部分是实有，所以才会这个非他作。然后裸行外道呢，是认为是自他共生，就共生。那我们现在一直讲无因生，这个无因生其实是破哈，又是破。破那个顺势外道，因为他们是不承认因果的，是，所以他们也没有前后世，所以才破他。所以说照这个字面上，照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应该分作两部分来解释，一个是讲缘起的部分，一个是讲中观方面的解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融通到我们刚刚 举例的那个四百页那边所说的。对的， 我理解是这个样子，也跟那个简师姐的那个理解比较收拢一点，比较什么一点？比较圆融啊，比较他们多一点，因为刚刚那个杨师兄他说怎么会破这个破，怎么缘起还要破嘞？对不对？我想说啊，缘起是不要破啊，那破的话呢，既然是破外道，那就是破那个跟那个。就是说我刚刚讲说从中观的那个角度来看，他是要在圣义地不成立嘛，所以他要破。那我们缘起要干嘛破呢？他只是说我们不承认你是你那个自己的种子就可以发展，那这不合适的，所以不能自作哈。那我是理解是这样，所以要分作两部分来解释。所以那个杨师兄在问这个破有因缘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子讲说，那破外道的因缘实有。对对对， 他只是因为我们学的那个中观上面的中观基本上就是不承认你在尤其在圣义地里面，就是刚刚你讲金刚血因啊这些因，他就是不承认你认为是实有常有。所以才用这个破字。但是呢缘起这一部分呢，也只是说就是说不管是就是属于自己的种子啦，还有其他那个真善缘的这些，他们都是没有力量的，就是说没有力量来升起这个有为法。所以这个字这个时候我们说用破好像很严重的样子了。好像用破。对，其实我们并不破因缘的幻化的因缘，就是说世俗地里，只是我们不承认，就是说我不可以认，因为他是没有力量的嘛，所以他没有这件事情。我理解是这个样子，谢谢。是的，那样其实非常好。丁师兄，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可以的，下面说诸行皆刹那。住上无旷用，跟旁边这个因缘功能而生但不破，也就是说我们在读那个圣义解脱的时候，就是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舍诸法义用，而用转非无，这个用转是不是只能就是只能就是给他解释为
这个因缘功能，还是怎么解释？因为都我自己都不起来。对的，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讲，可以这样子讲。哦，好的，谢谢。所以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不破幻化的因缘而有的。只是破说这个对于这个实有的执着呀，这样就可以就比较好一点。好，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兄，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刚刚简师姐问的这个问题？他这个言无作用，好，我们不是说一切法空吗？那如果说在这个言无作用是破他的实质实质的那个作用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圣义地是空没错，然后是属地，它有是属的那个功用在，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言无作用这个地方我目前没有办法通过，麻烦师兄帮忙，谢谢。那个就是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了。您是说言无作用是从圣义地的那个角度说的？对，凡是只要说是凡是只要说这个无的话啊，对，那就是从那个圣义地的角度，那也就是，但是它是不破世俗的。那从圣义地的角度，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破光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我们是言在圣义地解说这个。对，所以卷十六那个诸行皆无刹那，对对，住上无，是况用，那个是圣义解脱里头出来的，就是要再讲圣义地的那些解脱里头跑出来的。好，了解。然后我对于那个自作他作啊，还有那个不共不因的地方啊，哈，我的理解是说，一般大部分的人说生有因生跟无因生，然后有因生就分成自作他作，还有自他具作，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是非具作，就是不是自加他而做，而不是在作用义来讲的，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也是比较就是比较模糊。为什么会是破他的作用义，而不是说因为有些人就是说既然不是自作嘛，那因为他有因的话就是自己做，然后要不然就是他做造成的，要不然就是自家他所做的造成。因为中论在讲那个破四生的地方，我前面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并没有言到它的作用义。我不知道说这个地方的那个作用义，所以我们一切是地论的那个破法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子？对，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跟那个中论的那个不共生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说法。对的。OK， 好。所有刚才有那个，因为那个像李慧师姐举出来刚才四百页那个地方，对对，那我们这边破的方法就跟那个中论的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讲说，这四句只要能够破，对，然后能够通达到无生。然后通达到空性的话，那个就是对的。那可能有很多种破的方法。所以中观的五大因都可以加上这边来应用。对对对，可以灵活应用。对，是。好，谢谢师兄师姐，谢谢。阿弥陀佛。丁师兄，我突然间想再去比对哈，这个圣义铁朵的这个都无有宅主，是不是在破这个非，就是在破这个自作？那对的，自作他那个作者受者这两个是他作，那这个第三个就是
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诸法亦无用的，这个用也就是这里破萨婆多中的这个作用意。然后最后一句话才是这个破这个无因三，但是用转非无，我不知道这样会通，对的，可以吗？这样也可以，这样会通，对。谢谢阿弥陀佛。对的，这些，所以我就讲说这一段啊，如果完全了解，而且你给通达到其他地方的话，等于说这个金刚血因，或者是说这个缘起的道理，或者是讲无声的道理哈、啊，你就可以通达了，就是空性的道理，你就可以入空性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证到，在这理上面的话，你就可以通达了，非常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啊，看哪一题是比较值得我们来答的哈。那我们就来答一下第四题好了，我看谁还没有讲话的，看一下。每次都是蔡师兄没有讲话，比较安静啊。那蔡师兄，你来说说看。因为蔡师兄是听各位师兄师姐非常非常感恩。第四题嘛，哈，那第四题的话就到 page 11。啊，第四题啊。你不想说第四题吗？对啊，第四题是说 page 11争议啊，争议跟对 page 第八 ，sorry，page 第八 ，page 第八，对对对 ，page 第八。OK， 好。那么他问题是说，问何因缘故，起源于黑品教中说明争议？问何因缘故，以白品教中说明损解？那么这边讲说所谓黑品就是流转然后白品的话就是幻灭这个地方，然后就我们这样讲哈，就是流转门是黑品啊。那么他这个问题说争议，因为争议的话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它是相互为缘，然后有事有名色，然后由这个流转的关系就会到这个老死事，然后因为他这个是所以他就会无名心这样子啊。然后他这边有讲说有两这边有讲二别嘛，二别的话就是二别的话，这个地方是指二别的话，一个是果争议，一个是因争议这样子啊。是。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是讲黑品的部分。那当然这个这样还有因为是有当来苦果有后果的关系，然后前前为缘后后为后后，所以就是因为有真意然后果生然后跟果真这样子，那么他前知后知的关系，所以他这样讲他是真意，也就是说他是流转的关系。然后再来就是白品的话应该到下一页吧。白品的话应该到第九。然后白品的话是讲说这个讲说，因为我们讲刚才那个是白品，这里是还灭门啊，刚才是争议门啊，这边还灭门。然后他为什么说 他为什么说他损减呢？因为他就说有因跟果，他有两个比，就因跟果的关系，所以他是损减。那么他这边谈到说他有前面是两个字，那后面是其他十个字，都是他没有那个转环，他是互相为缘的，所以他是
幻灭的。啊，那他前面前面的断了，后面的也跟着断了，所以他是前前永断，跟后就会随灭了。那这边有提到说提到说这个是减灭跟末哦，那他们提到说一共是十个嘛，好，那十个前面七个是前面七个真就是这个减的，然后三个的话是灭，然后还有两个的话是末，这样子。那我理解的就是这样子，黑瓶跟白瓶的差别在这边地方。对对对对，呀呀，非常好，谢谢。呀，阿弥陀佛。Emily， 同样这一题你也来讲讲看吧，可以吗？您可以上来吗？哦，你没有开麦耶，你没有麦啊，对不起。那我看一下，再往上来。简师姐就在讲话了，我看还有，对不起，这个林奇师姐，你来答回答好了。虽然你刚才有问一些问题，我的问题比较多，我的答案比较不好，我试试看，就是还是讲那个流转门，对，还是讲这个真解。嗯哼，那他的流转门说明真意在这里，真意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真当苦，就是当来的苦，一个是真后知，这有两个意思，所以他的回答有两个，一个是积聚，然后另外一个是随真。以积聚来说的话，就是说一切的这十二支流转支存大苦际为后果故，也就是说它是果真意，也就是说到最后会得到生老死这两个苦果。那随真的话，就是说 每一支前前为缘，后后所随，就是前前之真意后之，或者是争议它的种子，或者是它的现行，都是反正是由前知它为言，所以它会让后知的争议后知。那如果说用三种相的话，可以了知这个流转，这十二支它的流转的次序就是。第一个就是前面七支从无明开始到无法种子的生起来，这前面七支基本上说起来他们是隐因，所以它是因真义故，然后到了爱其有的时候，它是三个声音，它会果生起，就是说它会让下来的苦果生起，所以它是三声音。然后第三个相就是果真集，也就是生老死这三个这两个果产生了，所以就知道有这个相可以知道这个真意就是流转门里面它的诸法，或者是真，或者是生，或者是集，这三种相貌。那以幻灭门来说，它是损减，它也是随灭，就是说或者是渐减。随灭的话就是一切之前面断的后面就灭了，前面之断了，像是无明断的话它的行就会灭，所以然后如果是渐减的话它的存大苦际，就也就是说生老病死啊，又被苦恼，这个大苦际它就会减损，它就会渐减。对，因为它果报一直在受一直受用尽了，就不会再有新的，因为它是在幻灭，所以在白品中它的损减也是有两个差别，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是，
所以前面是依照他的因灭了，对对对，果也跟着灭，所以就知道他的相貌也是若减，减的话就是说减损减的话就是翻前面，就是翻我们前面我们说的因的争议，前面那七支从无名到无法种子，它会减损。若灭的话就是翻前面那个果升起，就是爱起有这三个因升起的话它会灭，然后落寞到最后生老死都没有了。对，所以这个就是还灭门的相貌。对对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非常详细啊。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有水减的话，那这就是讲说因嘛，因的话一定是前前为因，后后为果，它是特别着重于前前的水减。那这边存大苦集呢，一定是讲果嘛，但是果跟因哈，一个是用水减，一个是用渐减，它是非常技巧，觉得非常技巧。那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果报它是番前二果是急，急的话也是不是说一下子就全部就马上就有很多，这是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叫做急。所以说到了生老死的时候啊，生老死它的那个法就是说生命越来越少了，这个寿命越来越少了，所以它是一个减法。所以要这个其中你仔细想的话还可以想出来很多这些道理出来。阿弥陀佛呀，那我们再看是不是还有一题应该可以再来讲的。哦，这一题还是可以讲一下，第五题啊，第五题看谁来讲一下那个这边有一个那个谁 Chris， 你要不要来讲？虽然你说芥末什么的，Chris 郭，你要不要来讲一下？师兄，我想我还是不方便讲，你们讲好了。好的，好的，谢谢。阿弥陀佛，好的。那 Anna 呢 ？Anna 要不要来讲一下？现在是讲、第五题，看你能不能讲。有因法，那有因法是指他的前七支，就是从无名行一直到无法种子，就是前七支叫做有因法。对。然后几缘起所以他会即有因苦，有因就是因为有爱其有，有三个，所以是彼生因总合为一，所以叫做名有因苦。那题目是讲有因法还是继续往下？这两个都有。哦，好，那个答于五就是说生老死名有因苦，那有前因故爱取有，有三个，那就是说那个临近此二，就是爱取有它靠近生老死，所以就是跟随这个相，所以叫做名苦，所以有前因法故，所以这是有因苦。那对法论说位于因时有能引所引，就是前面的七字有能引所引，于果实有能生所生，那这个时候它就熟变了，所以这时候叫做明果。对，许有呢毅力果明这个把爱取有当作是果，那个果将熟变的时候彼方起故，此亦如是，所以就是这样子。大家再补充呀，
这边的话哈，最好的就是拿着那个拿这个十二缘起的那个表解哈，这边看，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能隐的、所隐的、能隐的、所隐的、能生的、所生的，然后你就可以对得起来，对得起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批行记它也是在说，在分开来讲嘛，所以前期里头把它分开了，这个无明跟行是能隐的，那四到受这是所隐的，那这边下面也是这样分的，我是特别把它给标出来了以后，这样就特别明显给各位可以看得出来。阿弥陀佛，谢谢那个 Anna 师兄，我是美婷。您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二重因果？对的，是的，是好，好，谢谢。因为从这个表来看的话，你看就是，前面是前引因，然后这边我看，对，过去的二因，现在的二果，然后因为有现在的三因呢，会有后未来的二果，这样子，这样。你说的不错。那我再请问一下，以前我们就是知道说，能引所引嘛，哈，那能引所引的话，所引就是现在已经成果了嘛，就是已经变成果了。没有没有，我们讲能引所引是讲远因，都是讲远因。哦对，能引对对对对，能生所生是才是对果，对。哦，好，那如果说能引跟所引它是因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我是讲说实际上的操作，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爱取有啊，它是二重因果，所以如果说我们已经感果的，在就是能生的部分已经感果的部分，那所生的部分这个就是所以能生跟所生，就是能生的部分还没有生的时候，我们是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已经感果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从那个内支切入嘛？那我们是要从哪一个地方切入？你知道我？对，我在问什么意思？下面这一支就讲的清清楚楚的了。你一定都是从烦恼那边吗？所以一定还是要从那边？对的，对的。你其实你的问题就其实就问到下一题啊。哦，所以还是要从烦恼那边哦。对啊，一定是这样子啊，它是因啊，你要没有你要灭掉果的话，一定是从因下手啊。但是如果是从二重因果来看，是从不是从那个爱吗？对的，因为这边有无明爱取嘛，对，所以如果你把它分成二重的话，第一重因果已经生了嘛，果已经生了，然后可是二重的时候就是过去生，然后现在果，然后呢，对对对，现在因未来果，那现在因的话就是爱的部分嘛，对，那不是要从爱去，因为过去因，然后现在果，果已经感果了嘛，那你现在因就是只能从爱取，从爱去断啊。对。所以我就会想说，我有一点从二重因果来看，就有一点从爱去断，然后就没有从无明这边去。但是我觉得无明跟爱不是都是祸吗？还是要终究还是要从无明？那他为什么要从二重这样子分，然后从爱去断？好的，那这边哈，如果你是断了爱的话，你可以达到阿罗汉果，但是唯有无明断了，你才能够到达佛果。哦、
哦，这样可以吗？这个简单的回答就这样子。哦，好，因为有一点复杂，因为受已经受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一从因果已经受了嘛，你已经不肯从受之里面去断了嘛，往前推都不可能了嘛。所以二从因果，对，就是说二从因果的时候只能从爱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从爱之断。是从爱之断，因为爱是从受来的，所以通常从受那边还是要从受，可是受他如果是那从受这边断的话，你要注意，从受这边断的话，多半都会变成为小乘的人；如果从无明这边断的话，一定是大乘的人。哦，我了解了。或者是说，你前面可以用受来断，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一定要从无明下手的。哦，比如你爱断了，嗯，就是爱见烦恼断了，你可以得阿罗汉果啊，但是你还没得到佛果啊，你还有后面的无明没有断呢。那大乘的行者，或者是说这个立根的行者的话，他都是要从这个无明这边断的。嗯，那所以的话，因为无明的话又分两部分嘛，那所以你在讲说无明的时候，有染污的无明的那一部分，那就阿罗汉就可以了。但是后面有不染污的那个无明要断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到佛果了。那这样子，我们这样有一点了解，可以吧？啊，谢谢，谢谢师兄，谢谢。好的，那我们这边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来回向哈。啊，回向之前，我们先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欲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然后回向，愿以此学习因缘成就，闻思修三会，见真微妙，解脱尘劳，得无生忍，发大悲心，弘扬圣教，饶益有情。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那还特别回向给新冠疫情早灭除，现存病者即康复，全国经济的复苏。那个闻法念佛生净土，阿弥陀佛。那请大家也各自回向。